以坐进去没有关系，可以坐进去，只是请大家还是要小心哈，还是要小心，可以坐进去，那个座位是可以坐的。在3:30的时候，我们要来进行糖果风筝的放飞，糖果风筝，所以又要来喜从天降了哈。3:30，我们要来放飞糖果风筝。喜爱摄影的朋友，喜爱摄影的朋友，欢迎大家来到舞台前方来捕捉，大家齐聚一堂，要来拿分享糖果风筝的经典画面，好不好？我们邀请喜爱摄影的好朋友们，大家也可以聚集来到舞台前方，因为每一次在放飞糖果风筝的时候啊，那个糖果在天空中飞的那个瞬间，